的女孩在寻觅真爱的旅途中流浪着。女孩呢？女孩，我去拿五个，我收。下面我是可以偷吃东西。好，下两个女孩出现了，她总听不着她的名字。在历经许多风浪，小安决定在传说中的浪漫国度爱情公寓做小歇息。小安默默地在公寓里照顾着美丽的花儿，期待它能带给大家美。有一天，公寓的男仆小铺让小安染了一丝希望。亲爱的公主，就可以帮你实现所有的愿望。是谁？是你的男友吗？专属。姿态了一点。可以帮我实现所有的愿望，没问题。来，看你男友成什么样子，那我就先给你一个考验。来，你觉得我这么热闹，人这么多，可是呢，看我们想象。可能不够，这样够吗？今天就不要看第一集那个九九神功啊，这么精彩，一个背景墙，一个够猛的，太够，一定不够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先给你一个考验，好吧？来，今天你就帮我们向我的老板娘家里请求一个。今天的奖项还有加码。哎，佳敏，我要跟你那个祈求。没问题，我处理。哎，那个各位同事啊，今天的奖项可能不太够啦。真的，咱们帮你们一个福利。好，凹一下，来，加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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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阿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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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鲁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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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一个嘛，对不？我加嘛，阿鲁巴拢录落去啊！对，
开张大红。阿鲁巴加赵红，我加码，赵红飞上海，来回机票一年份。加对不对？对。来来来，不好意思。赵文达，我没有拿酒。快点快点，赵文达。来，赵林哥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哥。红哥。不要跟我们。红哥，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，干杯干杯。等下等下等下，我之前就请我们老板上来。出去走走透透气。欢迎来到爱情旅行社。哎，你看我的道具呢？来再来。欢迎来到爱情旅行社。来，爱情旅行社呢，就是要先抽，就是钥匙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先给你抽一下，就是你要跟谁去环岛哦。